大家好，我是沙西，今天在老房子里找出一个这东西。你朋友见过吗？我估计见过他的朋友现在至少是25岁往上的了，因为我见他最后一次还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好像就像我儿子这么大，转眼20多年就过去了。爸，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以前我们这边就用这个耕地，用它来犁田，知道吗？知道。爸，你能不能给我耕一下嘛？我怎么耕给你看？牛都没有了。耕一下嘛。我们这里不要说看它耕地了，牛都已经10多年没看到了我。爸，你试给我看一下嘛。我试给你看，你能找到牛来，我就试给你看。你说的。我说的啊。好的。我说的。朋友们。你们有玩过这东西吗？我小的时候我还真玩过了，那个时候也不大，贪玩还把脚给弄坏了，就这个东西。哎呀，时间过得真快。爸，牛来了。你拿的什么东西？我拿的牛啊。牛。你要让我们家，你要让我们家还仔来犁田啊？对呀。开玩笑的你。挂在上面，上面就行了。好，开始吧。不行的，他拉不动的。牛是不是要拉个动？走。这样，就这样的。这个要斜着一点，知道吧？斜着才能犁实在地。啊，就这样子的，看到没有？看到了。来，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弄的。就这样子犁地的，知道吗？知道了。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曾经是吧牛耕田的画面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它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感谢他们曾经是吧让牛这犁头曾经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再见了朋友们。